幸了，见到您，很幸运。在您来之前，我们一直在聊天，他们都说您是唯一的和苏珊大妈同台演唱过的人。哇，我们有照片呢，也来看一下。哎呀。好，苏珊大妈她抱着我的时候，她就不松，然后她就抱得很紧。她是没抱我，要抱我还紧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跟她一起，您有没有学几句外语啊？一句没学着，她就说了一句，她说最近来中国学了一句话。学的什么？送你葱。您还唱了一个外文歌曲呢。那是我原来就挺喜欢他的，就是学了他唱的那个《我曾有梦》。后来呢，就是决赛那天，那他也要唱歌嘛，就是我要学一个意大利文的，哦，加上中文的，把它融合起来唱。意大利文特别的难唱。原来没学过。他的发音位置不一样。我也不懂，反正就是。这都是意大利来的，这都是意大利来的。意大利的羊腰子是最好吃的。哎呀，意大利文啊，它跟俄罗斯文它有共同地方，打嘟噜。对对对对，打嘟噜，它就都会。大妈，给我们来一个吧，你先骂来一个。这句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就不知道这句。就是说那个这个灯光太亮了，好像那个中文翻了应该说不能睡觉，还是灯光太亮了，晃眼。这边说田妈有很多爱好，允文允武，画画，武术都行啊。您的梦想是什么？就是我小时候的吧，有很多的梦想，就是首先就是那个时候想学画画，天天模仿那个小人书啊，那画眼睛啊，画鬼子，鬼子兵，鬼子进村了，那抓鸡的。还有就是，我还想学武术。还想学一下那几招呢，看人家很帅的，就没人教我。想学唱歌，那个时候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有个小学老师，她是女老师，给我们拿了那个碰铃，排了一个碰铃小舞蹈，就是。我们请天妈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小舞蹈吧。她说：“公社是个长青藤，社员都是堂上的官。”点着头，头儿牵着光，头儿越飞挂越大，头儿越壮挂越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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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您还学过样板戏呢？哦，学过，那个是中学的时候。您唱的最熟的是哪一段？您会哪一段吗？嘿，我师父会八万多出呢。有那么多说？有。你说就给我说少了。我唱传统戏唱的比较多一些，但是您来了，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啊！对对对，我是很想跟您合作一下。我唱前面，因为后边都太高了，我唱不上去。您唱后面，我唱后面，好吗？好的。我们先试一试，好吗？是。八个样板戏，好。小雪那泰山顶上，一只松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您起这么高都接上，这累坏了我了，我起得太高了。不亏心不亏心。我们再来一个，要不要？要。没问题，太好，好，来，这绝对错不了。船，这不行，这也太低了，尽量高点啊。穿林海，跨雪原，几处。郭老师唱那么高，真累，这就别唱，唱的真好啊。